Shake, shake, shake. Shake your booty. Shake your booty. The moon above Venice is lovely tonight. Reflects on the water and shines in your eyes. Believe me when I say, dear, it's love, love, love.如果你遇到一个对你予取予求的极品渣男，你舍得放手吗？渣。嗨，我是贾静雯，在《妈别闹了》里面，柯佳嬿饰演我妹妹若美。你们看看她这副德行。啊，没喝了。她都这样。我知道你绝对不会乱来的。嗯，还有这样，真假的？原来他就是个混蛋，啊，你爱到了一个混蛋。你我服你。你懂什么是爱情吗？你看，吵架又搬回来，复合又消失。都不鸟我，身为姐姐的我一定是希望他分手的。我付尽所有的勇气让你说声新年快乐，向你说声新年快乐。不管天下雨怎么下，无声新年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对，我特别在那个网站上订到。你还呼梗哦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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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16家不行不行。那老公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那他本身有看过吗？看过什么？我全裸吗？不是。很尊重，互相真的很正常的事情。哎，楼上笑太大声了。那晚谢谢你自己有演，就是在这部戏有很多大尺度的戏，自己会不会觉得很别扭？其实你是说那个姐的老公有看过我选？对，这次在《妈别闹》里面演一位渣男。对对对，就跟本人就是距离非常非常大，所以就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。哪一部？你怎么样揣摩渣男的这个心理状态？就因为这哎，偷情的部分就是有没有也没有去也没办法做田野调查，所以就是因为在现场有很多那个比较激烈的动作爱情戏。对，然后这个都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，可是还好，就是对手演员是那个，就是非常优秀的佳嬿嘛，所以就感谢他带领我这样。趁他没来胡说八道。自己演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是喜剧，所以不可以笑场。对，但就其实身为观众，我自己看的时候都没有，其实很保守。其实伯宏很保守，因为其实有一场戏是。他要摸佳嬿的胸部哦，然后他就一直摸这里，我说这里是锁骨，对，一直摸骨，这里是锁骨，这里是胸骨，不是胸部。嗯，然后柯佳嬿就自己把他的手拿过来，是，放上去吗？对，他把就放在正确的位置，对对对。那触感，
怎么又到这个地步了？好猛啊！我们在戏里面有一个暗号叫小笼包啦，对对对，就是就那场戏拍完的时候，那个坤达就打电话给他。平常生活的时候也是在屏幕和表现的肉。没有啊，我就说角色，我是说在演的时候有角色，对对对。好喜欢看你们访问博宏，可以多问一点吗？但你本身是一个肉欲人。我真的是很肉欲，我很爱吃肉。哎，我今天有带一个，三都吃两份肉。我今天有带一个礼物给你，我刚忘了在采访的时候。为什么现在拿出来？对对对对对，我特别在那个网站上订到。你还铺梗了？等等等等等等等。它叫做渣男回收垃圾袋，所以希望哦，不可回收，说错了，渣男不可回收垃圾袋。